班再回家，想要看这个学校从早到晚的状况。那李淑芬老师结婚前就在明伦服务，就连另一半也是在这里结缘，说不完的回忆只能放在心里。明伦国小被划为都更用地，将被废校，在学期的最后一天举办了这场惜别会，许多人都要回来跟他说声再见。我在这里，然后他在这里，还在，对，只是今天没在。然后知道你是哪个啊？毕业40年的校友相聚，一起指着当年的照片，这间迷你小学就是因为小，才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。我们都一直在学校里面有活动，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个学校有很深的感情。最后一次唱校歌，这些回忆都将随着明伦的最后一天，永远记在心里。